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愿违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损真取伪，任风吹，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行与同悲，揭开宿命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，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，心不着尘灰。缱绻流年，共盼长乐，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观看长乐曲。当是狼刀，站好了别动，且慢，住手，把人放开，光天化日之下还要抢人呢？怎么算是抢人呢？本宫差人请他来做客罢了。英王殿下，他既然是做客，就应当随意进出啊。这个郎君很显然不想再做客了。一点私事竟然惊动了张侍郎，不知张侍郎跟韩郎什么关系？殿下言重了，本官奉旨慰问大格岭夫妇，恰逢遇到大格岭夫人言说此事，太皇太后一向看重殿下，本官此举也是为了殿下着想，还望殿下能够三思。既然张侍郎已经开口了，本宫也不便强留人做客。本官先告退了。沈夫人，本宫上次已经言明，你保得了姓韩的一时，你保得了他一世吗？大哥岭，有人来报说锦绣坊废墟中突然出现了多块额状宝玉，还有救人现身，十分诡异。走，去锦绣坊。撤。是锦绣坊的孔掌柜。孔掌柜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人是鬼啊？难不成人死真能复生？刚才你也看到了，难不成真的是灵魂作怪？我从不相信这个世上有鬼神，若有的话也是有人暗中捣鬼。我们仔细探查，定能找到线索。我找到了，神迹显灵出宝玉，这额状玉必是神玉啊，肯定还有，确定还有，快找啊。我找到了，神奇。你有没有？我又找到一个，这还有，找不到，这有没有？我总觉得这个案子的背后有两双大手，一双大手想要将锦绣方案低调抹去，而另一双在借势搅弄风云。额状玉，方主显灵，死而复生，这一切离奇之事像是约好了一般，在这个月集体爆出，能在皇城搅弄起如此风云，绝不是一个凶杀官犯或者普通术士所能办到的，一定有大人物藏身其后。只是我始终想不通，这个大人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造神。造神？现在这个案子的情况已经不是你一个人所能控制了，暗中还有案子，
还与朝堂纷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凶手造神为的又是什么呢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现在唯一的想法，也是给你唯一的建议，收手别再查了，不要引火烧身。无趣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真知灼见呢。案子我必须要查下去。幼稚至极，不要随随便便让自己涉险。你算是在关心我吗？你说呢？无论如何，你现在顶着的是大格令夫人的名头，安分些，不要让自己卷入其中为好。我还是觉得你在关心我。你不让我去，我还非要查个明明白白的。夫人，嘘，我和陆锤锤约了去城南的绸缎坊，听说进了一批新的布料，有什么茜草红、茎草黄、珍瑚黑、槐米黄，扎染的可好看了。我去晚了就怕抢不到了。哎，你要不先回去吧，别吵着大格岭了，他昨晚上没有休息好，让他再睡会儿。哦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夫人这么早，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和陆锤锤约了在城南的一家绸缎坊去看一批新的布料，有什么茜草红、茎草黄、珍瑚黑、槐米黄，扎染的可好看了。去晚了我就怕抢不到了。我要去城南的一家绸缎坊，听说来了一批新的布料，有什么茜草红、茜草黄、珍瑚黑、槐米黄，扎染的可好看了。去晚了我就怕抢不到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啊，要吃糖饼吗？我刚做的，正准备给大格岭送去。不对，是编的谎话。什么？沈夫人这一大清早就风风火火的出门，怕是有什么急事吧？我见大格岭这几日早膳都没什么胃口，于是就做了些糖饼，你们也尝尝看吧。景林，我大格岭，去看好严性，以他的性子，肯定是不会听我的。是。整个案子梳理中遗漏了一个人，发现陈氏尸体的目击证人。那晚夫人除了陈守谨，还有一个人亲自下厨做了水盆羊肉和熏鸡，还烤了胡饼和碧螺，还赏了老奴一碗酒吃呢。这夫人对我们多好，那晚亲自下厨做了水盆羊肉和熏鸡，还烤了胡饼和碧螺。陈守杰的那个家奴，他的证言竟同官员找他询问时记录的一模一样，两遍证言甚至一字不差，恐怕是他早就备好了该怎么说。陈守杰，你家老奴在哪？我什么火？火！那日陈夫人遇害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为什么要伪造口供？
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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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，您刚才看见有人进来了吗？请问。何人？你又是什么人？为何杀人？人不是我杀的。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想狡辩？人真的不是我杀的。来人！人不是我杀的，我只是……住手！参见汝宁长公主。汝宁长公主，明胜观，怪不得这么耳熟。锦绣坊一案，受牵连的汝宁长公主就在明胜观犯死。徐大哥，哎，怎么，是不想要脑袋了，还是不想要手了？我怎么这么蠢，被人设计还掉进了圈套，我真是太蠢了。怎么了？这粉末。应该是我在民生观里面沾上的，看上去好像就是锦绣坊周围可疑的粉末。我得冷静想想，这其中必有什么关联，肯定还有什么是我遗漏的。别着急，现在外面可是有人比你还着急呢。我一路追随，但我的马到了神守节府外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，等我到了民生观那边以后，
若宁掌握住那边已经。你确定陈府出来之后炎性状态就不对？是的，我喊了夫人数遍，她都没有什么反应，就像着了魔一样，追着什么东西一直跑。我不管是谁，敢把主意打到我的人身上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可是夫人是被汝宁长公主抓进去的，这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有规矩，你不能进去。严姓怎么可能杀人呢？你真的不能进去。严姓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刚刚还吃两个馒头。对了，他叮嘱先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家里人。严姓到底是被什么人给算计了呢？你们可一定要查清楚啊。我们也相信严姓他不会杀人的，但是抓他来的人是汝宁长公主，这件事情怕是没有那么容易查起。有什么不容易的？人证物证俱在，杀人偿命乃是天经地义的。你来大人，不知深夜来到刑部大牢所谓何事？明圣观一事牵扯皇室长公主，太皇太后要提审凶手严姓。还等什么？提人。是。且慢。沈大阁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要包庇夫人阻拦审讯，徇私枉法不成？御察司夜闯刑部大楼是圣意吗？还是护恩侍宠视法条为无物？御察司向来为太皇太后尽责，沈大阁领这话可是深闻巧底了。今日之事，我唯有亲力亲为，才能不负太皇太后一直所托。此事本阁领自会查清。来中城回吧，看好此处，有人敢靠近实为劫狱，杀无赦。是。想不到沈大阁领竟如此笃信沈夫人不是凶手，就是不知明日太皇太后知晓此事，是会被你们的夫妻情深所打动，还是会命我来明正典刑？一夜还请沈大阁领好好把握这一夜的温存。走，明日再来。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哎呀，你这三更半夜的干什么？老吴，无需多言，跟我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？哎呦，大哥领。景林，当时你是亲眼看见严姓从陈府出来之后，像是追着某人一路骑马追着城西林中。是。严姓说他是发现了陈家家奴伪造供词，心生疑惑，便去了陈府，发现他竟然试图潜逃，便一路追着了明圣观。
没错，严姓是这么说的。那便不对了。哪里不对？请林，抬脚。原来是这样。城西林中多泥泞，如果是快马飞驰的话，裤脚不可能这么干净。我应该是追随夫人到明生观的路上弄脏了鞋，可是陈家老奴的鞋底一尘不染，那尸体又怎么会出现在明生观？这个味道难道是明生观一案疑点颇多，明日之前任何人不得提审一番。可要是若严姓在牢中少了一根头发，我唯你试问。大哥令，我们接下来该去哪查错误发生的源头？这粉末和之前锦绣坊出现的很像，难道夫人是在这儿就中了圈套？我！这里原本放了什么？大哥岭，这里似乎没有翻找和打斗过的痕迹。这么多血，看来这儿就是凶手行凶的现场了。那死者后来怎么就到了明生观？箱子，大哥岭，这是前往昨夜的行踪。果然，您派人暗中观察前往的事，要是让他们知道，恐怕会救人要紧。看来我得亲自会会这个汝宁长公主了。《内卫府大阁领沈度见过汝宁长公主。沈大阁领是享负盛名的白无常，今日到此是要拿谁呀？殿下误会了，今日沈某是有事相求。大阁领说笑了，我已不是公主，只是一介布衣，
大格令有何事求我呀？请回吧。还请殿下务必听下我的请求。如果是朝内之事，早已和我没有关系，你也不必说了。是沈某的家事。家事？昨日我夫人被人所害，误闯名胜观，身陷囹圄，还望殿下网开一面。你居然会为了你的夫人来求我？这和传闻中的白无常是大相径庭呀。你是想让我放了你的夫人？我是想让殿下给我真相。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污蔑了你的夫人吗？殿下自然不会有意污蔑，但若是要保护某个人，可就会隐藏部分信息了。一派胡言！我累了，你请回吧。案发时，名神观中当真只有殿下，没有外人来此。太皇太后禁足殿下，若知贤王私会，不知会有何感想啊。你威胁我？沈某只是想要真相。他不过是看着他的姑母孑然一生，孤苦无依，拿些物件来探望喝盏茶而已，从无妄论国政，并无半点图谋，这是亲戚之间的礼尚往来，就这么难？贤王看重亲情，但外面的人可不一定会这么想。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人枉死。还请殿下告知实情，还我夫人清白。打开吧。我的确未亲眼见到你夫人杀人，我闻声赶来时，大殿里只剩下她和那具尸体。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贤王来过，便让他们先行从后门离开了。后来在检查后门时，的确发现了破坏入侵的痕迹。在贤王带来的一堆物件中，我发现了这个箱子，但并不知道它从何而来。多谢殿下肯说出实情，今日沈某多有得罪。大格令好自为之吧。如贤王有半点差池，我定将你监看皇室一事告知太皇太后。殿下以为沈某有这么大胆，敢自作主张？但愿今后多一些清静的日子吧。殿下不想知道当年锦绣方案的真相吗？知道真相又能如何？死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，逝者已逝，已得安息，只不过是安慰活人的一句话罢了。那个案子究竟如何？当年无人敢查，今日又能怎样？沈都今日许诺会将当年之事一查到底，还殿下一个真相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的真相。贤王殿下，这名胜观乃是是非之地，若让太皇太后知道你去过那里，必定会给你一个结党营私、谋逆不轨的罪名啊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当年姑母就是因为一件衣裳，竟引发了锦绣坊的血案。贤王慎言，慎言呐！你刚做了件赈灾之举，让太
太皇太后心悦，切不可再犯一些让太皇太后不满之举啊！不计细行，因小失大呀！沈度早已知晓此事，却未上报，心思够深的。眼看天都已经亮了，沈大格林怎么还不回来？差不多了，敌人。还真是头倔驴啊！我记得当年，你可是栽在沈度手里的，现在倒听起他的话了。太皇太后手谕，令来中丞四时提审，时辰未到，不得提人。哼！一良人，胆敢阻拦御察司办事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头到底有多硬。来中丞好威风啊，但似乎心急了点吧。替太皇太后办事，自当竭尽全力才是。太皇太后手谕，明圣观一案疑点颇多，现转由内卫府全权负责，彻查到底。沈大格令，兵贵神速啊！撤！哎，我怎么还不出来啊？保佑保佑，快出来啊！哎呦，刘娘，你总算出来了，你都快担心死我了！来来来。走走走啊！不过你能平安无事出来就好。哎呦，你呀你呀，查什么案子，把自己都给查进去了。不过你能平安无事出来就好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一听说你杀了人被抓了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赶紧多走走，去聚会去，再转一圈再转一圈。我福大命大，这不是案子查清了我就被放出来了吗？要不是人家沈大格岭去找汝宁长公主说清了情况，又把明生观后门外林中陷害你的人搬运尸体的箱子给找到了，你以为你能这么轻松就出来啊？他去找了长公主啊？哎，你刚说什么？搬运尸体的箱子被扔进了林中？嗯，不对啊。什么不对啊？你肯定是被吓坏了吧？没事了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徐大哥还有江郎行他们去追查新的线索去了。我听说那个死的陈家老奴，趁着陈守节糊涂的时候，一直盗取陈家资产，后来被陈夫人发现了，这才卖主，不知道勾结了外面什么人，下了个死手。可惜死无对证了。林兴，大哥岭，你是来接六娘回府的吗？回什么府？我现在干劲十足，要去查案，给自己洗清冤屈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从现在起不许查这个案子了。都已经查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让我退出，我能撇得清吗？还有，那个陈家老奴的尸体应该就在刑部，我必须要从他身上找到线索。我说不能查就是不能查。真凶利用陈家老奴引我到民生观，
明显就是想引我去怀疑汝宁长公主。汝宁长公主多年未出明圣观，是什么人连她也想拖下水？够了。是因为可能与皇室有关，你才要我放弃追查的吗？此事交给我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只想还案件一个真相。既然你沈大格岭畏首畏尾畏惧权贵，那好，这个案子我自己查，你沈都沈大格岭就尽管走你的阳关大道就好。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。你不是一直很怕被人连累吗？那你我现在就和离，到时候免得你写一份认罪自白书。六娘，怎么办呀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也是。哎，沈都之前查看过尸体，他的鞋底没有沾上林中泥土，是死了之后才被人送到明圣观的。有发现？你们来闻。这个味道是延缓尸体腐烂用的。早在我到陈守杰府上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后来发生的事情，虽然是我亲眼所见，但我也不能确定就是事实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见到的都是幻象？那是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什么一种药物，能够如此操控人心啊？世间之大，万物之奇，只能说远在我们掌握之外。还有我更担心的是，这个家奴所用的延迟尸体死亡时间的手段，同当初唐大夫人所用的一样。你相信这世间会有起死回生之术吗？你是在担心陈火娥会跟人们说的那样做到死而复生？是。我不信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真相。所以你就和夫君吵架离家出走了？哎呀，我就是怕如果以后没有白无常罩着，你被人欺负怎么办？我怕什么？我不还有你们呢吗？你要是回家被你娘知道，肯定得骂你一顿。放心吧，我早就想要去哪儿了。这里可放着刑部历年来大小各种文案卷宗，我就不信找不出些线索。严书令。季大人。怎么这么晚来史册库？哦，季大人，我想找找看锦绣方案件时间前后的所有记载。你掌管史册库多年，知道在哪边吗？锦绣方有些年头了，或许在那边，你可以看看。多谢。这个味道在哪里闻到过？严书令，小心火烛。多谢，我会小心谨慎的。你不是一直很怕被人连累吗？那你我现在就和离，
到时候免得你写一份认罪自白书。娘，橘子，墙外的橘子树的树枝刚好落入园中，我知道娘喜欢橘子，特意摘了来。我让你写的东西，你写了吗？我不会写，我也不能写。我爹一辈子为官坦荡，不曾做出一丝一毫违背沈家祖训的事。父亲是被人陷害的，我怎么能替父亲认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？住嘴！你是罪己之身，倘若不与沈家划清界限，那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。你，可儿子怎可能为自己一人苟活，让父亲遭世人唾骂？与其如此，我宁愿同父亲一样，以死明志。可要是连你都死了，那这冤案可就真的结了。沈栋，你难道真的要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永无瞑目之日吗？你要是不写那自白书，就从此以后再当无我这个娘了。为了你爹的清白，为了给沈家证明，就算再难再危险，你都要走下去。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，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注定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青丝相恋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叩问素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，秋月春风一生只愿你一人，你的掌纹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，秋月春风一生只愿你一人，你的掌纹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真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，因为你是我的责任。